就是我一直跟议长表达，就是说，这是我的咨询区，时间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。嗯、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咨询时间。那议长不断呼喊，我也跟议长表达说，如果你要讲话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跟你对话，可是请你停一下，对你不客气耶。对，因为我一直请议长说。 请你停止时间，这是我的时间，不可以占用我的时间，不可以拖我的时间。我认为说，呃，议长的角色和法律赋予他的权利，本来就是一个维持议事中立、维持议事顺畅这样的职责，而不是干预议事的进行。所以我昨天其实扮演，就是我只是很很理性、客气的要求说。 请把时间暂停，我跟议长对话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占用我咨询市长的时间。对你讲的很有道理，他昨天每一件事情都是叫啊、呃、局处首长答，然后就<對>最后讲高雄发大财，他还说理由是让你们可以剪影片，你们剪他高雄发大财。其实我昨天晚上深夜有发发那个我们咨询的呃脸书的片段，没有什么剪影片，就是全部把它放上去。啊、我们咨询凤山的议题，凤、嗯、山都市文理的想象，以后要怎么发展，我的建议啊，地方的反应我有什么道路的问题应该开辟、嗯、等等，这些都是地方的。 民众的心声，那我不太理解，说为什么韩市长要如此的秀下线，就是完全摆烂，就是说啊，高雄发大财，高雄发大财，高雄发大财。后来还有一段哦，很有趣，就是呃，他我我请他喊三声发高雄发大财，那议长跳出来说我帮他喊，哦、那议长就说我高雄发大财，哦、我就说那那议长时间请暂停。 你可以讲话这样，哦、那议长就喊了高雄发大厂喊三声，我说好、哦，谢谢议长，我继续咨询。所以这次汪洋去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所有的媒体精神，这个不是什么礼貌的问题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看日本或韩国如果去参加一样的协会，他们在上面讲说哦，韩国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你看韩国人会不会气得马上当场就走？<laughs> 日本如果讲说，如果跟日本的记者媒体讲说啊，你们那个很多报道都写错，回去要讲你们南京大屠杀是你们搞的，你看那些人会不会翻脸当场就走？一定会的。为什么我们还要去？ 勉强的啊，这个是礼貌，然后它是一国两制、和平统一的这个、这个，这是他们的主张，跟我们主张不一样。这这种心态就是导致九二共识会一下子流传二十年的原因。从来没有共识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假装因为礼貌，他的主张跟我的主张不同，我允许他。这个是言论自由，这个叫做侵略侵略国家主权呐、啊。中华民国要被吃掉的时候，我们过去这些觉得中国对我们没有敌意，我们还要再跟他保持礼貌，这个都是问题。